是世博。哎，这天气啊是越来越凉了，那凉了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秋天应该秋膘，对不对？咱们今年就来吃肉。哎呀，说起肉，那世博是最喜欢吃肉的啦。那他们家这个店儿呢，厉害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他们家店儿时时刻刻都是人满为患，就是我们的红雷石锅烤肉。我们一起去吃烤肉，吃起来！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约上三五好友，坐在火炉边吃着烤肉，是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呢？今天世博就带我们来到了这家红雷石锅烤肉，这可是一家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店了。虽然店面并不大，只有7张桌子，但是并不影响吃货们来吃烤肉的热情。每天来到这里的吃货们络绎不绝，经常需要等位。 那么这里到底有什么好吃的，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吃货呢？看看食客对于他们家有什么样的评价。你好，帅哥，怎么就喜欢吃他家？他家羊排肉很嫩啊，羊排肉对，羊排肉很好啊，牛肉也挺好，牛肉新鲜新鲜。嗯，这个牛肉还是不错的，牛肉不错，味道还可以，味道而且比较新鲜，感觉口感挺好，挺香的。那你觉得它性价比怎么样？贵不贵？性价比还不贵，挺便宜的，挺合适的。他家烤肉和其他家吃有什么区别？他家是真正的那个石锅。 更实在，更那个接地气吧。看上去就感觉比那个要有食欲一点，因为分量大，也挺新鲜的，看着。优质的食材，便宜的价格是吃货们选择这里的原因。听了这么多，世博也要亲自的来品尝一下了。要把他们家的每样肉都尝一尝，但是我觉得首选的就是这一盘儿。哇，看起来肥瘦相间，非常诱人的羊排肉。接下来这盘羊排肉。 想尝一尝了，羊排肉最香了，我们开始要吃了。我们来尝一尝，你知道这羊排肉最诱人的就是这个肥的部分，然后你稍微烤焦一点呢，哎，吃起来会更有味道。蘸着这个小黄面，哇，我这就要开吃喽。嗯。 开始说我的感受，他们家的这个烤肉就和咱们吃的小的时候吃的那种传统的石锅烤肉是一样的味道，保留了羊排肉里面香嫩多汁，而且这里面还非常有嚼头，就是你吃到一块之后，就根本停不下来，感觉哇，好香啊！所以说他们家的羊排肉必点，每一个食客必推荐，绝对不是盖的。 羊排肉很嫩，羊排肉哈。羊排肉是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吃货们必点的一道菜。优质新鲜的羊排肉不加任何调料腌制，保留了羊排最原始的味道。再配上这里的自制蘸料，真的是让我们欲罢不能。秋季也是感冒的多发期，多吃羊肉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 羊肉性温热，常吃容易上火，因此吃羊肉时要搭配凉性和甘平性的蔬菜。除了这美味的羊排肉，吃货们向世博推荐的其他烤品味道怎么样呢？接下来世博要吃的这盘肉厉害了，也是每桌必推荐。据说这个肉非常的嫩，牛肉能如此的嫩吗？哇！没错，那接下来我们烤牛肉。 我已经感觉这个牛肉已经在这个锅里面跳舞了，摇摇又晃晃，牛肉烤好了，来尝一下，它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嫩呢？也是我爱的小黄面面。哇，超级嫩！为什么这么嫩呢？蛋清哦，而且。 这牛肉里面腌制的料完全浸入到牛肉的每一寸肌肤，你就会吃到老板很用心，用很多种料，当然这是秘密了，对不对？稍微有些甜味，再配上这个黄面甜咸相间，再配上这个牛肉的鲜香、软嫩，绝对的，一级棒！哇，分量大也挺新鲜的，看着。嗯，这个牛肉还是不错的，牛肉不错，味道还可以，味道而且比较新鲜。 那他们家其实还有很多的烤品，比如说牛舌，哇，很高端有没有？老板跟我说了，这牛舌呢是烀熟的，所以说直接热一下就可以。当然，他们家还有哇，很多女孩子最爱的胶原蛋白有没有？心管儿，哎，这个据说呢也是烀熟的，所以说咱们热一下就可以了。 来了，我们一会儿静等奇迹的发生，看他家的牛舌和心管怎么样。梆梆啦梆梆梆啦梆梆梆梆梆梆，牛舌已经好了，来尝尝他家的牛舌怎么样？这老板说就是烀好的，而且在烀的过程当中呢，加了很多的料，尝一下。嗯，嫩是一个，再一个，我以前吃过牛舌呀，它可能会有很腥的味道，但是他们家。 完全没有，特别的香，而且他们家牛舌切得很薄，尤其烤完了之后，把那油脂逼出来之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口感和体验。而他们家心管呢，嗯，看起来像玉一样，好不好吃？尝一尝。嗯。 一家20多年的老店，只有一道主打菜也是不够的。这里的烤品真的是个个美味，爱吃烤肉的您一定要来这里品尝一下。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每天5点半左右，这里就要开始排队等位了。如果想这个时间来，一定要提前预定哦。他们家的烤肉呢，非常丰富，而且每一样肉腌制的都非常的细腻和完美。强烈推荐牛舌、牛肉。 羊排肉，反正他们家的烤饼就是好吃了，我不多说了，开吃了啊！推荐理由：小店开了20年，人气绝对不减当年。推荐菜品：烤羊排肉、烤牛肉、烤牛舌、烤心管儿，人均消费35元，营业时间早9点至晚11点。 来到一个特别牛的地方，这个地方晚上都是酒吧的，叮了咣啷。我要给大家推一家好吃的店，这家店特别好吃，它还不挂谎哟。份的啊，40、40份左右，40份平均的啊，周六周日可能到100啊，100多一点这样的啊。因为附近酒吧比较多，说外国人来的也特别多，对，老外来的比较多。哦，他们因为周末，因为人家有那个泡吧传统，他们到10点钟以后，完了基本上都来，完了晚上会在我这儿买个吃的，饿了，完或者在一块唠会儿嗑，大家交流一下，完了音乐呀，完了啤酒之类的东西。 你就是你也是做这些的吗？啊，对，我自己有个乐队啊，我做这些摊子是为了养我的梦想啊。哇，你看这店我觉得必须得支持一下，啊，有梦想的哥们儿做音乐的是吧？乐队的名字叫什么啊？我乐队叫岩浆乐队啊，岩浆乐队，一个金属乐队。通过了解，这家店的老板还有着自己的乐队，通过经营三明治店来赚取收入，再用这些收入作为乐队。厨艺的小伙伴一定要看我们的潮上厨房。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潮上厨房当中，大厨会陆续为大家带来几道秋季的养生菜品，看看能否为您的家人增添一丝这个美味的菜肴吧。欢迎大家进入潮上厨房，我是明月。那现在呀，到了秋天这个季节之后呢，很多人都比较注重这个保健养生，对不对？那这个季节吃点这个滋润啊、滋阴润燥的食物最好不过了。像做汤呢，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咱们今天在厨房当中，就请我们的大厨跟您分享一款做汤的好方法。所以，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星级大厨范大厨来，欢迎范大厨。范海涛，龙塔云上西餐厅餐饮总监兼行政总厨，皇家御厨传承人，中国烹饪大师，亚洲10大青年名厨，国家级评委。 您经常在这个就是各种高级的晚宴上，或者说在各种这个奖品当中就获奖嘛，有很多的厨艺的作品。汤的话，应该是评价的标准也挺高的吧？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评得到的。汤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汤从包括营养啊，还有它的搭配啊，各方面考核可能要严格一些。像这个季节，你有什么建议吗？或者说今天想分享给大家哪一款汤品呢？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吃莲藕，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这个。 莲藕汤，排骨炖莲藕。本期制作菜品：排骨莲藕汤。所需食材：主料排骨、鲜藕、胡萝卜。调配料：料酒、胡椒粉、盐、枸杞、葱、姜。莲藕排骨汤的话，我们得选什么排骨呢？排骨一般选净排就可以。净排就是我们面前的这种吗？对对对，把这排骨呢切成寸段，或者比它再小一点也可以。这个根据自己的习惯性就可以。大家这个自行来选择。那如果您想这个来学汤的话就接下来跟着我们的范大厨一起开启今天的莲藕排骨汤。好的好的。听起来就真的很滋补哈。那我们开始吧。我们这个排骨需要怎么处理呢？首先呢要把排骨 焯一下，焯完之后，然后我们把这个胡萝卜、和藕切好，好，然后放在煲汤罐里煲就可以了。好好好啊，我们就说这个凉水，这个焯排骨，让它的血呢，这个血水呢都能充分的出来啊，要用凉水。对对对，我们这样用凉水的话，也会帮助它去除这个味道吗？啊，对，它的血沫出来了，一会儿呢，我们再稍微少加点这个料酒里边，让它腥味呢就是彻底去掉啊。 大厨说：“这个焯水要用冷水是吧？对，然后再加热，少加点这个料酒在里边。这是什么目的？是腌它吗？还是？是为了让它去掉它的腥味儿。腥味儿啊！这莲藕呢，正在家里要去一下皮儿。对对对，刚想问您这个问题。去完皮儿之后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莲藕这里边它会有很多小孔。它在那个捞莲藕的时候可能会有泥沙在里边，所以要用水冲干净。对，要冲干净。” 我有一个就是问题，特别想请教您，我估计大家伙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那藕片一下锅里面什么都没放，然后就清水它就黑了，变色了，黑了。对，这个有几点要注意的哈。第一个就是说要注意的，就是你用的锅一定是不锈钢的，不锈钢的锅，不能是铁锅啊。铁锅下来之后，它马上就会跟这个，怪不得这个产生化学反应，它就会马上就黑。所以一定要是这个。 锅的事儿啊，锅的问题主要是锅。那还能不能说放点？我听说以前这个小妙招，我不知道准不准。加点，少加点盐，放点盐呐，然后就不黑了。点一点醋都可以啊。好了，我们排骨开锅之后，大约焯个3-2分钟。没有血沫了以后就可以了。好，3-2分钟的时间。对。然后我们换一个锅。这个就是专用的煲汤的锅。专用的煲汤锅。好，它煲粥也行。对，煲粥、煲汤都可以。排骨放里边，然后呢，煲汤呢，我们尽量就是焯排骨用冷水，煲汤呢尽量用热水啊。焯排骨用冷水，煲汤呢是用热水，对，加上热水。然后呢，我们把之前这个切好的藕，大块的藕放在里边，扔进去就行了呀，可以，对。 好，这样呢，长时间煲呢，这藕呢非常软糯，口感也非常好。我们这里呢，当然有了一个这个枸杞啊，放点枸杞。一个是增加它的营养，感觉好滋补啊。对，然后把我们之前说这个葱姜，这个时候可以下来了。2-3片葱姜就可以。好，既能去腥，而且还能提味儿。然后盖上盖，剩下就是等它成熟了，大约煲40分钟左右。40分钟就好了。好啦，那刚才呢，范大厨说这个煲汤呢需要40分钟的时间，但是刚才有很多人估计会有这种想法，这到底是什么火，它煲汤效果会更好呢？嗯，刚开始的时候头5分钟我们要大火，让它快速这个开了，嗯，然后把这个浮沫打没，然后改成小火文火，嗯，慢慢的慢炖，啊，最后它的滋味就全都到汤里面了。我们接下来要放其他的调料吗？就是盐和胡椒粉，就是盐和胡椒粉2样。对对对，天哪！啊，我们少加一点盐，嗯，大约这个3到5克左右，啊。 然后呢，再加一点胡椒粉。这个胡椒粉呢，就根据个人的喜好，有人爱吃胡椒，我就多放一点；不爱吃，我就少放一点。我想，可能多数人还是，尤其像咱们东北这边的人，口味还是相对来说重一些的哈。对，都爱吃，喝点胡椒粉的汤，然后喝得很暖，很有滋味啊。你看它那个汤当中，其实不会让你觉得厚厚的一层，但是上面会有那种淡淡的油花，好像泛起来的那样子。因为大部分的油呢，在我们焯的时候已经把它这个去掉了啊。我们来尝一尝，真的，现在此时此刻，我虽然还没有开始喝，但是这闻起来太好了。啊，就是各种都是超级寻常、特别家常的这种食材出来的味道。 却是那种就是清甜可口，但是又浓香的感觉。对对对，其实它不矛盾，又清又淡，是因为你给人感觉特别舒服，而且它真的是既有肉，然后又有汤，满足了大家滋阴润燥的一个功效。那这具体当中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呢？我们这个有什么营养价值值得大家去吸取呢？我们看看营养师有什么话要分享给您。 那排骨给我们提供的是优质蛋白质、饱和脂肪酸，还有丰富的铁元素、锌元素和钙元素，也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排骨我们每天适量的摄入，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帮助。那么再加上我们维 C 含量非常丰富的莲藕，既有润肺降燥的功能，同时又可以 滋润我们的这个皮肤，让我们皮肤又有弹性又亮。感谢营养师，当然最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范大厨了，把这样一款滋阴润燥的、保健养生的莲藕排骨汤分享给大家。那不知道这其中的一些小要点，各位掌握好了吗？那下一期我们跟范大厨啊，继续在潮上厨房当中联手为您推出您喜爱的这个菜品。如果您想学什么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清点留言。那下期呢，就是我们观众朋友要学的一道菜了，就是这名字还挺绕嘴的，咱们也做做准备哈，看看都有什么食材，叫红烧肉焖竹笋，所以我们就敬请期待一下。那我跟范大厨在下期《潮上厨房》与您不见不散吧，拜拜。